风吹，经风吹，仿佛似烟消去，难见真味，独流泪。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日，主日平安，又系我哋信仰分享篇啦。今日咧，想就住香港而家嘅情况啦，因为点解我话香港而家嘅情况呢？虽然咧好多国际大事，咁但系呢几年香港嘅情况的而且确令到香港有一个好大嘅转变，而经济亦都去到一个拐点，由楼市、股市系一个高峰，经过呢几年咧跌得好紧要。咁你话点解关信仰频道事呢？系因为如果当中生活嘅人，当然系包括基督徒同埋微信嘅，我哋喺当中会经历到好大嘅困扰，又或者系影响。我听见有一啲嘅人士系投资失利啦，成层楼都输晒，以至到家庭都散埋，亦都有一啲专业嘅退休人士，成份嘅退休金可以输晒。当我諗到咁样嘅时候，有阵时我唔知点解会有一份嘅担心，有一份嘅，你可以话我係一个多愁善感嘅人，我会諗到佢哋点样呢？死啦，佢哋点样去面对呢一种咁嘅情况呢？咁我绝对相信有基督徒喺当中。当我諗到咁样嘅时候，我亦都諗到雅各书。其实呢个频道我哋成日讲嘅主题，好多时候我哋即绝对唔系为言经而言经。虽然你睇我系同大家读嘅经文，好多时候会拆解一啲嘅前文后理啦，同埋字里行间嘅意思啦等等。咁但系就着我自己而言，我系好唔鍾意纯粹为着言经而言经嘅。如果只系为着知道嗰卷书讲乜嘢，增加咗我哋一啲嘅知识嘅话呢，我觉得系冇意义嘅。咁反而係喺呢個頻道所講嘅每一條片，都係因為喺我身邊有朋友發生啦，又或者我聽到啦，或者係話睇見一啲新聞啦等等，咁樣然後喺我裏面有一啲嘅情緒，一啲係發酵，以至到我去思想到呢一啲嘅事情或者係話主題。今日想講嘅亦都係咁樣。喺其他嘅國家呢，其實冇香港好似過山車咁。如果你有一定的年纪，譬如好似我都已经入伍了，你就会听过亦都经历过，譬如八几年的一个股市股灾，九七年大家都知道了，亦都牵楞着有亚洲的金融风暴，跟住又有沙士03年沙士，跟住08年就是全球的金融海啸，跟住去到18年19年呢几年，大家都知道咩事，有人自插三刀搞到香港咁样，咁就变咗香港嘅楼啦、股啦都跌到，即係大家都知道。喺当中我哋每一个人喺经历当中嘅时候，好容易会个心理呢会有唔同程度上面嘅，你话扭曲或者係话转牛角尖，諗埋一面。在今日读的雅各书，很多人在坊间将雅各书甚至乎用箴言来做比较。因为为什么呢？箴言和雅各书有一定的相似，雅各书讲很多，有些人就讲到十点，有十二点等等，就是一些不同的主题。譬如是言辞、信心，因为讲到忍耐嘛，是不是？也都有讲到就是争斗、嫉妒，亦都有讲到谦虚啊，同埋自夸啊等等嘅嘢。的而且确我哋睇雅各书呢，佢係好快嘅。甚至乎你就算係睇同一章，唔好讲多，淨係讲第一章，等一阵我哋一齐去读，你都会发觉如果你逐个 topic 去讲嘅时候，你会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嘅。就係雅各写书嘅时候係咪有啲冲突呢？突然之间闪去一度，突然之间闪去一度，太跳跃呢？我哋今日写著作嘅时候，闩埋栋门，然后咧就埋头苦干写一啲嘅著作咁样，去同大家去讲一啲智慧嘅言语、箴言咁样，有关于咧喺教会里边应该点样去行事为人，系咪咁样？反而
剛才我所說，香港現在的情況或多或少就是雅各當時所處的情況，就是初代教會大遭逼迫，無論是猶太教給的，即是基督徒的一些逼迫，又或者是羅馬政府給這些基督徒的逼迫，可以說雙重夾擊。自不然呢，如果在當代做基督徒呢，你可想而知在你生活上面呢都不容易。你做打工的，做生意的，就算你日常生活都影響到，尤其是在政治上面更加啦。雅各書的出現，當想到這樣的背景呢，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雅各書他雅各會這樣寫。我們不要將它看為好像一個學術討論一樣，它討論到這點，討論到那點，討論到雅各的心情似乎不是這樣。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每一封書信很多時候都會有頭有尾的，是不是？尤其是保羅的書信到尾呢，就問候這個，問候那個，有時候問候都問候成章的，是不是？但是雅各書你見它的收尾不是這樣，好像有頭沒尾一樣。最尾它在說什麼呢？五章十九節，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收尾这样收法，那我们就不要轻率这个收尾。即是说雅各到最后，他唯一最想讲的就是你要知道，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即是说在他们中间有机会有些人是失迷了真道。而为什么会失迷真道啊？应该在雅各书里面已经隐含着。他说有人使他回转的话呢，这个人知道呢，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很多的罪。雅各最想写这卷书的目的，我想就是想使迷路上转回有一些人，这样呢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个是他的目的。然后我们再看回他写书的时间，就是初代教会大概五六十年，一般来讲就是这样讲的。那那段时间呢是真的逼迫得很紧要，所以在第一章他一开头就已经讲了，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开宗明义第一节他说是写信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安，是写给他们的，然后他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题目其实去到第五章都在强调要忍耐。然后我们再看有一些的字里行间有很多的点，其实贯穿成卷书，第一章、第四章在这穿插穿插，你就知道他在这讲的对象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实在太多点，但我这一条片我大概讲一讲他当时写信受信人是什么背景，身处是什么情况，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你会发觉第一章和第四章呢，他都会在这里讲心怀异议。原来当我们落在一个这样的地步里面，我们的思维会错乱，闪在这里，闪在那里，闪在那里，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在神的管教里面，责备里面，究竟我错了些什么呢？是不是神不祝福呢？等等。又或者甚至乎吞到一万步，就是这个不单只是纯粹一个人你自我，甚至乎是旁边的人都是这样看的，群众的压力，群众的看法。其实今天的成功神学都有点像，就是如果你是被神祝福的，眼看得到你发财，又或者是专业的人士买大屋买新车这样等等，神祝福那代表了你的属灵生命有一定的成长。但如果你是不被神祝福的，甚至会撩到的，那你的属灵生命应该有些问题。这个观念呢，你会发觉在雅各书隐含住的。除了他们好像香港这样一个大时代里面，那些人开始去先敬罗衣后敬人，是不是？跟着去什么？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当这样的情况，然后
人又有把口喎、啊，你會發覺人係咁噶啦，一聚埋啊，我哋叫三姑六婆係咪？咁喺教會裏邊唔係三姑六婆，但係一聚埋咧就好容易評頭品足，呢、這個係咁，嗰、那個係咁咁樣，係嘛？但係原來喺當中好多嘅嘢都係反映我哋裏邊嘅價值觀同埋道德觀。我哋一口氣讀一讀第一章先，因為第一章開咗個開場白，咁等陣亦都同大家去睇佢點樣好跳躍地啊！如果我哋唔係連貫一氣呵成啊，沿住呢條氣咁去睇嘅話咧，你好容易俾佢斬到好散，好容易以為佢講完一個主題又一個主題，一個好似討論，好似同你坐喺度，大家好似學術研究討論咁樣。好啦。第一章一节，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从早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扫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敬虔，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敬虔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为呢，佢呢就算第一章呢都系好跳跃嘅，所以呢我哋要好快咁样由第一节开始咁样讲落去，你就会大概摸到嗰条骨，成个雅各书究竟佢嗰条龙骨。我成日都觉得就系当我哋读圣经呢，我就鍾意呢就系先够摸到佢嗰条龙骨，咁我哋就知道，我哋就唔会搞错晒噶啦！咁佢讲嘅每一个所谓嘅讨论啦嘅主题咧，我哋都知道原来佢系基于一条气，一气呵成咁样去讲出嚟。呢度一章一节开始就当然头先讲啦，佢写俾散住喺十二个支派嘅人，而呢一班人咧系落喺百般嘅试炼里边，然后佢鼓励佢哋
佢哋嘅信心咧係要經過試驗，就能夠生有忍耐。嗱，記住，去到第五章都係提忍耐嘅。但呢個忍耐咧，亦都成功。佢鼓勵佢哋，使到你哋能夠成全完備，毫無缺欠。呢一啲嘅患難係要叫佢哋成全完備，毫無缺欠，而必須有個過程，佢需要忍耐。佢話：你哋中間若果缺少智慧嘅，嗱呢一個咧就開始講。佢哋需要有一個智慧去明白頭四節講嘅嘢，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嘅神，主必賜給他。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嘅人就像海中嘅波浪，被風吹翻騰。點解會講到話要會疑惑呢？佢話咁樣嘅人咧，唔好從諗住從主嗰度得著啲乜嘢，心懷異意嘅人咧，喺佢一切所行嘅路上都冇定見。就是當我們要明白頭嗰四節所講在這些患難裏面叫我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的這個的智慧，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智慧，我們很容易就會迷失了在這些的患難裏面。就正如剛才所講第五章最尾，第五章最尾它最重要就是說，如果有人挽回这些迷失了真道的人，他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他最想就是这样去救这些灵魂不死，将他们从迷失里面挽回过来。不要忘记他是跟修信人说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如果有人迷失了真道，这一班人是什么？你们中间不是其他人，而是信主的人。所以呢，在一个患难的里面很容易使我们能够迷失了，迷失了我们的思维，迷失了我们想错了东西，然后我们以为在这些灾难患难里面，就是好像今天都会的，成日都会有刚才所说的成功神学，又或者是走去另一个极端，就是神的管教，就是我们譬如损失了诸如此类，我们会觉得神的管教，神的责打等等等等。但是呢，雅各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藉着这些的患难，藉着这些的试炼，是要叫我们成全。好了，接着再说，无端端怎会由第八节跳去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起落。所以当他这样跳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人格分裂突然之间跳到去另一个思维，不是，而是因为刚才所说的背景，在大环境里面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上一条片我们讲人生好像什么一出戏，是不是一个舞台，但是呢也都有人说人生是什么一个游戏。在香港呢，即是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会觉得越是明显的。有人就说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玩一个人生的大转移，这个资金的大转移，有钱的会嘣一声跌到谷底，我们看见有一些很风光曾经叱咤一时的突然之间爆出来的好多炒楼啦、炒股啦，在香港因为刚才所讲每隔十年就有一个转的了，所以呢每隔十年呢就好像一个大洗牌大转移这样，本来可以是一个差环境的可以无端端升高，本来好好的环境的可以降卑。当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人心有很多的转变，有很多的反差，无论情感上面、思维上面有很多的碰撞，无端端讲到心怀异意的人，即是藉着刚才那个脉络一路讲下来，是因为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起落，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这些之后所讲的太阳出来热风刮，他说的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在香港，香港人都应该习以为常的了。神鸿辉啊等等啊，很多不可以说传奇的，那段时期突然之间出现，跟着又很快的陨落，之类，我们会见到一个一个，是吧，时代又是一个一个这样转变。有一个巧合，就是当大家在这里数的时候，在香港来讲真的好像差不多每十年就一个转，在其他国家，譬如在英国不会那么犀利的，即是他们比较平稳的，整个经济啊整个生活比较平稳，在香港呢即是好像玩过山车的。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无论升高降低，
我哋都應該睇見係一個自然嘅事，尤其是喺香港，更加係一個自然嘅事。但係喺當中忍受試探咧，嗱去到十二節啦，一路講落去係有福嘅。而呢個試探咧就係、是、一個原文就係、是、或者係為咗一啲女振中譯本啦，試驗。藉著咁樣嘅大轉移，一個高即係過山車咁高高低低，其實一方係試煉。在一個過程裏面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煉，好像煉金一樣試煉。但是呢，如果我們 pass 得到呢，就是一個試驗，或者是肥佬、啊、就好像一個試驗一樣。而在這個過程，如果我們能夠忍受得到呢，是有福的、哦、因為呢我們經過了試驗之後呢、啊、第十二節必得生命的冠冕，這個是主應許給他愛他的人的。但是呢，人被試探，第十三節、啊，其实原文就话被诱惑啊，唔可以话我系被神诱惑嘅、哦，或者话试诱啊。女振中译本系试诱，神系唔会试诱人嘅，佢亦都不能被恶所试诱。点解会讲到呢一度咧？嗱，头先论到嘅就系、是、当我哋喺一啲高峰里边跌落嚟啦，又或者有啲损失啊等等，我哋有阵时会倾向就系、是、咩、哎、都赖俾神。这个难怪有一些的未信主的人就觉得基督徒很阿 Q 精神，什么都说是神。你说这个对不对？什么都说是神，那某程度上有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要在你生命上有改变，不是什么都是、赖了神、哦、都是神的，那就好像躺平的了，什么都不理啦，你的责任也都不负啦，是不是？但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你不要什么都射给神，不要什么都赖给神，你自己的责任是自己要负的。人被试探，这个被诱惑、啊、你不可以说被神诱惑的、哦。因为各人第十四节已经去到，但各人被试诱或者诱惑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曾几何时为什么爬到高峰大家问心，或者你是寒窗苦读去到某一个专业，然后呢再力攀上去，是吧，上进升职，在个过程里面是不是那么单纯呢？是不是完全为着荣神益人呢？定是为着自己的那个的不单止是雄心，甚至是野心呢、啊、甚至是一个比较呢，在同学之中，哇、哎、尤其是人到中年、啊、同学有些呢那些事业已经 很有成就，自己呢做一个即是职位低微的人，或者是说在某一个行业那里做过、可能假设就算是医生都好啦，医生已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是专业来的。那可能呢，哇，不是，你在这些同学里面呢已经是那专即是专科里面的权威，但是自己呢还做一个普通的医生。那呢自己又心里面有一个不平衡。那这个呢就是很容易当我们在个经济的轮里面的时候，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究竟是被我们自己所试诱诱惑，在一个私欲里面被诱惑。我们攀到这么高，究竟是神的祝福，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雅各一开头就在拆解这一件事。没错，我们需要明白在试炼里面我们是需要忍耐。啊，无论过去怎样都好，起码这一刻我们都需要忍耐。啊，过去可能是高的低的，在这一刻在一个大试炼里面我们需要忍耐。但我们也都要去负自己的责任，去回想回。高位的跌低，我们不要完全纯粹说神咒助了，神什么了，神责打管教。你要想回下当初是怎样的先。是不是自己成日都想发达，成日都想赚钱先。第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自然生出死来啦。所以弟兄们，唔好睇错，系咪啊？成个脉络就系讲紧呢样，唔好睇错。各样美善嘅恩赐咧，全备赏赐都系从上头嚟噶。每一样嘅美善都系从上头嚟嘅，佢系按住自己嘅旨意用真道生到乜嘢美善啊？就系、是、第十八节讲，叫我哋喺佢嘅旨意里边用真道生咗出嚟，叫我哋喺佢所做嘅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第十九节，你会发觉他又嘣一声又跳了另一样东西。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是你们知道的，知道什么？上面所说各样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上面十八节里面所说的，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究竟我们是不是在私欲里面被诱惑。然后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二章他开始骂人了，他开始一路大大入去，然后慢慢安抚你心平气静，因为他准备话你，准备直斥其非。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因为他准备去讲一些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在受信人里面会有盈余的邪恶和污秽，只是你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基督徒聚会了很多年，很多时候我们听道很多，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活不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不能够融会贯通。我们听了很多以上所说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以上所说的受信人听过很多次，我们要忍受试炼，忍受就能够全备的了，就能够成功的了，各样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兼且呢，在神面前要反省我们自己蒙主的光照。我们听过很多，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因为我们没有听完之后好像读书那样读完、哦、我读过。有时候当然基督徒读圣经都是好的，是不是？但有时候我见有些基督徒倾向就是、哦、我读过圣经多少篇、啊、我读过一篇，我读过两篇，有什么意思？当中我们明白多少？又或者、哎、我们接下来一年定个目标，我们乒乒乓乓读完一篇，这样有什么意思？一天我读四章五章，这样究竟我们在当中明白了多少？我们能够活出来有多少？这个才是重要。他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就好像看见忘记了那个相貌是怎样，好像人对着镜去照，以前的镜是模糊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以为是敬虔，但是不勒住自己的口，他开始引导出来。大家去想想，如果我刚才所说的大环境里面，其实香港一直都是这样的，先敬来衣后敬人，这句说话我想我小时候好像说六十年代开始香港起飞的时候已经有这句说话。入来教堂啦，入来聚会所啦，我们看见他灯光颈靓，是不是？专业的人士，哎，你做什么的？哇，专业的人士，特别是恭敬一点的，是吧？其实这个也反映了我们里面的价值观的道德观，是有少少成功神学的心态。因为那种人呢是特别蒙神祝福的。从外面来看，当然再低一点的就是在利益那里来看啦。哇，这些人士呢十一奉献都多过那个人啦，是不是？即是这个已经是叫做好少少的了，叫做属灵少少。哎，神祝福的，那他一定是爱主的啦，这样是吧？不过呢，这道题、啊、当你心里面这样想，你自然口里面容易讲的，你会发觉呢、在教会里面呢，一当大家的道德观价值观一不同呢，甚至乎呢翻教会是有一个目的的存在，巴结人巴结啲有钱人高位的人等等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些人把口永远不收，哔哩吧啦，跟住呢就喜欢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因为他要奉承嘛，抬举一些人，踩低一些人，就会有很多的言语。在雅各书第二章开始一路讲，不单止第二章讲，跟住去到尾又讲，其实他们在言语上面是有过犯。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敬虔，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呢，反欺哄自己，这个人的敬虔是虚的。在教会里面有些人真的道貌盎然，是吧？都是好像很爱主，很有个基督徒的典范 standard 这样。但是我们要看究竟我们是不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很容易我们就落了在一个虚有其表的基督徒。在第四章由第六节至第八节，但他
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义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刚才讲第一章讲心怀义，第四章都讲心怀义，而这些心怀义的人呢，他说要清洁你的心，不是说持定回坚定你的信念，你要些什么，不是讲这件事，而是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当我们心怀义的时候，他不是纯粹讲说你很难以抉择，究竟买电话用这个牌子用那个牌子，不是讲这件事。究竟移民呢不移民呢，都不纯粹讲这件事，而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一方面觉得神祝福的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爱主的了，卑贱的他应该是、即是降低的，神管教啊，神责备啊，他生命有问题啦，诸如此类，是吧？咁有阵时候会倾到另一边，就是即系纯粹睇钱啦，睇利益啦，一阵间又纯粹睇地位啦，吓、啊，即系讲到呢一度，我都觉得我哋以前嘅教会咧，我觉得系几好嘅，啊，无论你系教会嘅长老、执事，啊，又或者系咩人都好啦，我哋都系以弟兄姊妹相称，就算你系有钱人做长老，我哋都系叫你做弟兄，乜乜弟兄咁样，我觉得呢个系好嘅，因为呢个系充满住。即是一份爱情感在里面。你说会不会这样称呼好像不是挺好，好像不尊重他的职份？我完全觉得不会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我聚会的地方牧会呢，我真的会称呼你是什么弟兄，虽然你是牧师啊，我都会叫什么弟兄。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你的在神面前的那份的心，那份的职份，而是我更加看重我和你的关系。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嗌你嘅父母系乜嘢？爸爸妈妈啦。但可能你嘅爸爸妈妈系咩啊？系上市公司嘅主席啦，甚至乎系国家总统元首啦。但系你翻到屋企，你嘅仔女会嗌你爸爸妈妈，你嘅兄弟会嗌你直直讲你嘅即系英文名等等啦，系咪？呢一个系有一份嘅爱喺里边。如果你翻到屋企，嗰个话阿乜乜董事、阿董事长咁样，乜乜教授咁，似乎好似冇乜感情。其实是反映到我们这个的阶级观念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将属灵的一人间就跑到利益那里，一人间就跑到名誉那里。但是第一章其实呢已经开了个头，心定的伏线就要直斥其非。虽然是一个这样的大环境里面，但是雅各是要厘清回我们一些思维。在香港现在这个情况也都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未信的朋友，好自然地会有一个大转移、可能、你所投资的或者是说你那层楼等等会资产大贬值。不过在这个雅各书来讲，他劝勉我们，我们要看为是正常，在当中我们反而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不要有一个扭曲的思维，除了看我们自己，也不要有一个扭曲的思维去看别人。这个是一个扭曲的思维，也影响我们里面的心态价值观。当我们影响到价值观道德观的时候，我们就会影响到变成我们待人处事都会扭曲。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跟我们讲的东西。而雅各也希望在这个扭曲的世代能够挽回一些人，能够使到他们在迷失里面转换，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这条片随着二三年过去，过去这几年过去，有人自插三刀，搞到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都觉得很可惜。不是外面大环境，你说亚洲金融风暴、全球这个金融海啸，这样就说而已，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些都是神容许，在当中是一个试炼，希望我们都在这个这样试炼里面能够被试验成功，成全完备。如果能够、过得到来英国的，当然为什么我说有幸呢，有很多人都被很多的家人那个物业还未转卖等等，很多的牵连仍然还在香港的，求神继续来到带领保守大家。
至於過咗嚟嘅，你會發覺有少少似卑微嘅弟兄升高，係咪？因為喺香港好大壓力，甚至乎咧為咗好多嘅人事物奔波，為住糊口生存嚟到奔波。但係嚟到英國咧，好多人都講，我自己都覺得生存其實唔係太難嘅，係講求呢個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嚟到呢度嘅弟兄姊妹咧，好容易你會發覺就有少少似係卑微嘅升高。但係當我哋卑微嘅升高咧，我亦都唔好淨係掛住喺自己裏面去嗱，呢個亦都係一個試探嚟㗎，俾自己嘅私欲引誘試探，就成日都諗住喺度 show off 啊，喺 Facebook 嗰度前後花園又複式又剩咁樣嚇，又幾多尺咁樣嚇，即係揦埋都千幾兩千尺咁樣嚇。當然咧，有好多都係細嘅，尤其是英國啊、加拿大、美國屋啲屋大啲，英國啲屋咧一般都細啲，好似我住緊呢個單位咁啦。舊嗰個建築物得七百尺嘅咋，連上下都加埋都係咁。唔好讓呢一啲嚟到影響我哋自己的心態，保守自己喺神嘅手裏邊。睇之以為平淡，睇之為正常，以平常心去睇各樣嘅事情。呢、這個咧可能未信主嘅人都會講，但係對於我哋基督徒唔係平常心，而係看為喺主裏邊係一個學習嘅機會、試練嘅機會，好冇？正如頭先所讀嘅，當我哋保守自己嘅心，抵擋撒旦，保守自己喺一個清潔嘅心裏邊嘅時候，我哋必定能夠從神那裡得福。我們有少許禱告。主耶穌，我們感謝讚美你、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地方，在香港現在也是一個大的試煉裡面，神啊，求你得著保守，尤其是還在香港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未信者，求你保守每一個人的心，能夠在一個平穩穩妥的心裡面，能夠有一個倚靠穩妥的心。神啊，求你帶領住各人能夠在你裏面得著平安，走上你為他們預備得福的路。我們感謝讚美你，聽我們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我們下一個信仰分享篇見，拜拜。人生像黑暗內沉睡，人生像斷腰經風吹，经风吹，仿佛似烟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已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君解空。是良机。